长姑听说那个员外又抢了大家的钱了。是啊，那我们做伙家己全部偷转好不？Q 版的廖天丁小人偶配上他的好伙伴昂姑，两人一搭一唱的演起小剧场，趣味性十足。为了推广清水在地特色，有文创业者就以廖天丁作为代言人，结合历史文化推出特展。最主要呢，也是在发展这个廖天丁的精神，伸张正义哦，去弱扶勤嘛哈、哦。那另外呢，也是希望再一次的行销清水哦，所以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展出跟活动的策划。除了举办静态的廖天丁特展外，之后也将推出以廖天丁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旅游路线。除了走访清水特色街区，现场还会以戏剧的方式演上一幕幕动人的精彩故事，带领大家以不一样的角度感受清水小镇。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，也就是由他们来演出，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演出他们戏嘛，好、哦，告诉你廖天丁如何在返乡之后，爱上这个这义旦殷勤的故事。哦，会带你去他们谈恋爱的地方，哦，还有呢想对策的地方，最后呢会到被警察追逐的地方，哦，那我觉得里面是有种是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场域都有，非常好玩。将文化创意与历史中的人物角色做结合，不但成功行销地方特色，也为清水注入新的活力，带入更多的观光人潮，盼能成为地方的新亮点。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。